Test. 吉他这边低，调大一点。好，混响，帮我开小一点。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呢，叫《虫儿飞》。我要把这首歌献给在黑暗中追逐光明的每一个你。洋葱，姐，你干嘛呀？不是不让你学音乐，你要学就给我好好学。你看你每天跟这些人混在一起，这些人不是嗑药就是泡妞，你能跟他学到什么好？你给我回家。陆小星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说我就说我手没有朋友，我们没混，没嗑药，没泡妞，我们就想做好自己的音乐。你还跟我嘴硬，睁大你的狗眼睛给我看看，你被你们学校开除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敢骗家里的钱说你交学费，这就是你跟他们学的好。陶可怎么了啊？我又没干别的，我就是来排练。我拿家里钱是因为我们要添设备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想被开除，我就是不想再回去上那没劲的破课了。你给我回家！起开，少管我！你又不是我亲姐，从来就不是。你，啊、我、啊，起来。放开我！老实点、放开！你会点琴还了不起啊？凭什么你想当警察就可以，我学音乐就不行？你有什么权利把我捆着？你也知道我是警察，警察管的不良少年天经地义。这辈子就求你这一回行吗？你放我回去吧，这演出真的对我太重要了。姐，不可能，梁聪，你看看你都多大了，还让爸妈替你操心，你也该好好想想你这辈子的事了。陆小星，你放我回去，你不让我回去演出，我他妈恨你一辈子。梁聪，干什么？你疯了吧你，梁聪，放我下去！
点八点八点八点。嗯，知道了，醒了，醒了。转晴，最高气温20度，最低气温15度，穿衣指数为3，适宜穿长袖类服装。近日，女大学生郑慧英午夜失踪一案引发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，警方已展开调查。在这个网络社交大行其道的新媒体时代，各种陌生人交友应用程序不断出现于我们的手机之中，其中纸约在短短的3个月里高速增加的注册用户数，成为众多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。3年没见，你都配上这么酷的保镖了。他叫聪聪，他是我的眼睛。哦，聪聪，的确挺帅的嘛。马老师，这3年我已经自学了盲文，我现在可以熟练的打字、阅读、上网。聪聪可以带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。我相信眼盲已经不能成为我工作还有生活的阻碍了。我想重新申请。小心，我不想打击你。让你离开学校的并不是由于你的眼睛看不见，而是因为你严重违纪。你在警队实习期间擅自离岗，再加上感情冲动，结果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。我知道你弟弟的去世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打击，但是这个错误那是根本无法挽回的。依我看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啊，走路不看着吗？差点撞死你啊！吃吧，我不吃了，你吃吧，聪聪。
说，就这么回了。是吧？系本市经贸大学大三学生。哎，校长，石松宝就是咱们学校的。逆天啊！真的假的？下流者，请尽快与我台联系。现在他为哪位？小心，是妈妈。梁叔叔打算把以前咱们蓝湖别墅的房子卖了，你回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取走的。还有，梁聪的东西，你有没有想留下的？不是我亲姐，你放开我！老实点！凭什么你想当警察就可以？你有什么权利把我捆这儿？小心，你这就走了吗？我给你买了一个震动导盲探测器，它能感应到普通手杖够不到的障碍物，你就随身带着它吧。震动越强，离你越近；震动越弱，离你就越远。小心，有些事别放在心上了，那是个意外。我要走了。小心。孩子，你听我说，这个周末梁聪他们乐队要办个演唱会，纪念梁聪3周年，邀请我们一起去。哎，我怎么去啊？我有脸去吗？如果不是因为我，梁聪到现在还是那个乐队的主唱。当初我就应该跟梁聪一起从那个桥上掉下去。小心，天黑了，你一个人怎么走啊？对我来说，白天和黑夜有区别吗？喂，你好，这里是90106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刚才是我打电话约了一辆车，请问您的位置是？我在南湖中路53路公交车站。啊，目前还没有公车，不过我们会再发一次您的用车信息，请您再耐心等一会儿。谢谢。等会儿啊，再不打我。
只要有你陪，玩去吧。停车。师傅，太阳公寓。你好，是你约的吗？上来吧。不好意思，把你的车弄湿了。没关系，该道歉的人是我，我知道了。没事，这么大的雨，您能来这么快已经很好了。咱们去哪儿啊？南湖中街阳光家园。冷不冷？我把暖风打开啊。您这车里是有什么怪味吗？清洁剂的味道，我刚做完保养。那我开开窗。哦，对了，这咖啡还是热的，喝完你能暖和点儿。拿着吧。谢谢。您这车坐是真皮的呀？您这是豪华出租车。您不用试了，我看不见。把咖啡给我吧，我帮你打开。啊，没事，我自己可以。不是你的眼睛不方便，拿来吧。我自己可以的。我帮你打开。我可以。给我。我让你给我，听到没有？没给我。巨兽，你玩我呢？这是身份证吗？给我加钱，加钱！哎哎，坐好。先生，
先生，您坐好，坐好。你是说事故发生在肇事司机撞了人之后，然后逃逸了？是，现在没时间再说这些了，你们快点去调查呀。但是，根据现场交警的调查结果，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没有发现线索很正常，今天雨那么大，现在有人被撞了。你不是说？ 司机说撞的是条狗吗？可是我明明听到了女人的呻吟声。OK， 当时大概是几点？9:10左右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是9点左右上的车。警察先生，您不用因为我看不见反复核实这些信息了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稍等一下。 拿东西！找家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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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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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喝一点呗，好不好？男人，大出起来，拿去，出去，出去，我请他喝这么多酒，我喝醉了，受不了。我把那个破眼镜赶紧给我扔了，是不是？这是 fashion 啊！粉丝你头你！哎，你赶紧给我好好翻翻郑红英失踪案的报告书。有的人眼盲心不盲，有的人眼不盲心盲。哎呦！陆小新小姐是吧？你刚才说那些呢，我都听见了。你放心吧。你先回去吧，天不早了。有什么事儿呢，我们会跟你联系的，好吗？那这件事拜托了。哎，人陆小姐不方便，我给你送辆车。好。您腿脚不好，也都保重。啊？在你的手机里也发现了纸约这个软件，你们觉得这么玩很刺激吗？求求你放我走吧。我们约吗？错了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放你一个人在家了。哎，聪聪，聪聪，怎么了，聪聪？
新小姐，你好。根据你昨天提供的线索呢，我们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调查，还真有人失踪了，是个女的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都会问。通常情况下，你应该问我是不是看清楚了车的型号、车牌号，还有司机的年纪、身材、体型这些问题。嗯，对。车的外形我不知道，司机身高超过1.8米，82、83的样子。至于车牌号，我想就算不是盲人，下那么大的雨也很难看得清楚、记得住。是。你好像不太信任我。没，我就想多了解一下。卢警官，您大概35岁左右。嗯。1.75米。嗯。我20岁的时候，人家就说我长得像40岁的，都说我长得比较着急。你一看啊，不，你一听就听出来了，不信老寻人，心盲，对，心盲。人的身高可以根据声音的高度来判断，体型可以根据脚步的轻重来判断，很多东西不用看也知道，比如，今天早上两位吃了韭菜盒子。那，咱们继续吧。那好，继续。那个，您之前说过，那个司机撞了一条狗。9点左右，我从顺城路出租车站上了车，司机打表后向西行驶大概10分钟，我听到了身体滚过发出的声音，还有出租车顶灯破碎的声音。就算是很大的狗，也不会发出那么大面积的声响。那就说。他说他撞条狗，那他是瞎掰的。还有，他应该是左撇子。左撇子，因为他的手表戴在右手上，通常情况下手表不会戴在常用手上。对，事故是怎么发生的？他说他要帮我打开咖啡。咖啡？我自己可以打开，他非要帮我打开。好，那行。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，好吧？辛苦你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腿不好的？因为您的脚步声是一高一低，还有麝香止疼膏的味道那么大，谁都能闻到是从哪儿飘出来的。哎呀，哎呦，队长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给予奖励。给予奖励。所有开豪华的士男性司机的照片都在这里了，一共568个人。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里的左撇子都调查一下？这个案子吧，怪怪的，肯定有问题。陆队，你还真信啊？我早上吃什么了？他说的没错，还不是因为他说的你年龄的原因。刑警大队，鲁力。什么？你是目击者？你还记得是什么车吗？什么？我都说了，不是出租车。我靠，真瞎呀！怎么说话的？你真的确定吗？所有带轮子的东西我都深有研究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万分肯定、确定以及断定，那就是2010款的高尔夫6。我要骗你，我就是你孙子。跟着装孙子了。
警察先生，上车以后我听到了司机打表的声音，我是看不见，但是我能听见，我有基本的判断能力。好啊，那就请竖起你的双耳，好好的判断一下。我是男的还是女的？这位小姐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这话您听过吗？哟，跟我的一样，哪个缺心眼卖给你这么一手机啊？那么多软件你会用吗？平时好好多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子。哎，太帅了！警察先生，我很确定，那是一辆出租车。我也很确定。那是辆高尔夫六，我用我这两只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的。车牌号呢？警察叔叔，雨那么大，夜那么黑，跟你能看清楚吗？你既然是目击者，你为什么当时不报警？对，为什么不报警？我确实是看到了呀。司机下车把被撞那个人拉上车去，我以为是送到医院去呢。没有多想，拉到车上，拉到前座还是后座？后座。你撒谎，当时我就坐在后座，被撞的人是被拖到后备箱里了。跑这儿蒙钱来了是吧？我靠，这什么地方啊？我是没全部看清楚，但我确实看见撞人来着。我是想领那奖金，买双新的轮滑鞋，但我绝对没撒谎，你们爱信不信。你要想蒙钱呢，你就找错地儿了。别跟这儿逞英雄装孙子。你丫行不行啊？一个月都不见人影。什么？明儿你也来？行，就那整鹿角落练一场，不来我弄死你。警察叔叔，你就当我刚刚说的都是单口相声，我这小骗子能走了吗？滚蛋！哎，林冲是吧？干扰警察办案，我随时可以把你拘了，你知道吗？小小年纪学点好。去。鲁队。这是您要的出租司机的名单，所有的左撇子都在这儿了。辛苦了。你是小新师姐，高亚楠。啊，对对对，咱们好多年没见了啊。那你们聊吧，我先出去了。行。我已经到门口了，你人呢？你好，是你约的吗？喂，你好，您是哪位？怎么不说话呢？喂，你
么一会儿，丫给我划了条道，这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儿，这挂了彩就更不给力了。你说这不修能行吗？那你为什么把行车记录仪拿掉？啥仪？谁的仪？你说计价器吧。啊，我们出租车公司最近统一要求换全新规格的这玩意儿。不然谁行得通啊？就这大光牙腿全掉道了。这天谁还出来啊？还不如在家喝会茶呢。都不是那个人，那个人的嗓门没有这么尖。我们今天呢也就听了十分之一，明天呢还一大批傻老爷们的鸡尾声和谎话篓子往回传呢，也甭着急了，明天呢再继续大海捞针。听了一天录音了，饿了吧？来，吃一个。我没胃口。啊。嗯。哟，我把你忘了，来，不能给你吃狗肉的。卢警官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出租车，还他妈豪华出租车，明明就是高尔夫六。说我睁眼说瞎话，我哪句话是假的了？那瞎了眼的说的就是真话了。靠！哎，小屁孩来电话了。喂，是我。林冲，我再说一次，撞人那辆是高尔夫六，不是什么出租车，是什么车就是什么车，你爱信不信？切！哎，这小屁孩几个意思啊？卢警官，嗯，你真的相信我吗？亲，为什么不信？我相信。你的事儿，雅然都告诉我了。你不复学吗？其实你应该去那个监听班，倒挺合适的。回不去了。陆小青，我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但是我不能也不会大推当鼓的。你我都是一路人。只有事不回头向前冲，冲到哪儿算哪儿，路只有一条，你要想奔中央拐个弯打个盹，那都是没门儿。这些话都是我说的，他太有才了，我都能说出这种话来，我应该参加中国梦想秀啊。耶、yeah! 跳进来的，卢警官。啊，刚才那个是什么声音？那是风的声。我这车吧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声儿大。这一般的车呢，这后备箱和后座都是分开的，但我这是掀背车，所以说这个后座跟后备箱啊是一体的，只要开快一点，风啊都是往后边跑的，声特大。但那辆出租车上，我也听到了掀背箱的声音。啊？不，你不说那是豪华出租车吗？这豪华出租车哪有带掀背箱的？我让你给我，听到没有？给我！
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，请您稍后再拨。这小屁孩故意不接是不是？九点整，鹿角鹿练习场，你记得吗？啊？他跟朋友约好了的。过去看看。好。什么？你们要迟到了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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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找什么借口啊！最后一次，哥们儿，明天你们可不能迟到了啊！听到了吗？挂了。才美，把天黑，把心碎，不管累不累，也不管懂得是非。变了，车都来了，没这么多人啊！慢点啊！石林冲，好，来上来。慢点，慢点，往里听就行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刑警队的，送哪儿？这是最近的华山医院。好，赶紧走。头部受伤，走，上车。实在是太幸运了，没有脑出血。你看啊，这条白线越清晰，就说明骨密度越高。他的头骨钩子，真是非常的特别，所以就没有受到创伤。这小子就是传说中的武林奇才是吧？脑袋瓜上顶个安全帽，天生的铁头神功啊！观察一下，没什么问题可以回家休养。好，辛苦了啊。小金，来，咖啡。哎，别担心了，林冲那小子没事儿，一会儿就醒了。不过，如果撞人的不是出租车，他为什么要让你上他的车呢？
是有什么怪味吗？清洁剂的味道。饰品不分。那天我上车，闻到了一种很奇怪的味道。饼不分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那天司机跟我说刚清洁完车，我以为是清洁剂的味道，就没有多想。丙泊酚那是强力的麻醉剂。现在想起来，他应该是要把麻醉剂放在咖啡里给我喝。那应该是这样。现在问题严重了，这肯定跟之前的连环失踪案有关系。什么情况？到底约不约啊？都迟到20分钟了。肯定是把我当成用手机软件约出来的女孩了。手机软件？那个女大学生郑慧英失踪之前就是用纸约约了一个男的，一出门就彻底消失了。那快查 ID 啊。查过了，是小摊上买的没有实名的黑卡，没法查呀。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。昨天晚上有一个不认识的电话号码打给我，打通了以后又不说话，你看一下。喂，金矿，你帮我查一个号码，看看机主是谁。醒了，没事吧？还疼吗？哎，你别乱动！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哪儿啊？你昨天受伤了，被送到医院来了，医生说你没大事的。您这是哪出啊？用得着你关心我吗？哎，懂不懂事儿啊？人家小新姐姐昨天晚上陪了你一宿，连个谢谢不知道说呀。姐姐？我可没什么姐姐，什么屁话！当初是谁把我当骗子的？现在还冲什么好？撞那么狠一下，没把你撞傻呀？牙尖嘴利的，有这个时间在这假惺惺的，撞我那哥们儿进大归案了呀？哎，你有完没完了你？对啊，林冲，你说的是对的，我正式跟你道歉，之前是我的自以为是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对不起。我去了龙华林一场，那个家伙他突然追过来，我就跑了。你又没犯什么错，你跑什么呀？他突然追过来，我当然跑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看到那家伙眼睛了。那你有没有看见车型号还有车牌号？我哪有这时间去看啊？我刚要看，看到没？嗯。反正，说实话也没人信。不是那个，不是不信，这不得思考思考吗？就您这样，腿脚伶俐的，能抓到犯人吗？不，行，我笨狗行。不是说你啊，没事。哎。这么着吧，这两天呢，你先在这儿待着，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的。安全？我和瞎子靠这只狗啊？你有完没完了，臭小子！你给我过来！我跟你说的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尿尿尿！你不要去我尿这儿了啊！这，出门右转。哎呀，那家伙就一小屁孩儿，童言无忌。我真是太可笑了，我一个瞎子还非要充当目击者，我都这样了还逞什么能啊？小新，你之前给我们提供的那个电话号码的主人呢，叫于露，一个25岁的女孩，我们接到报案了，她失踪了，这肯定跟最近的连环失踪案是有关系的。如果不是你及时的向我们报案，提供这么重要的线索，我怎么可能把她想到一块儿呢？陆警官，我还是不给你们添乱了，你们自己查吧。小心啊，
你知道盲人走夜路的时候为什么要点盏灯吗？因为灯亮，别人才不会撞到他。最后麻烦你一次送我回家吧。像我这种人，想打个车比登天还难。看清楚，他说肯定看见撞人来着。侯克怎么了？我就是来排练，我又没干别的。我拿家里钱是因为我们要签售，我是想领那奖金，买双新轮滑鞋，但我绝对没撒谎。少管我，你又不是我亲姐，从来就不是。喂，你说话。我知道你是谁。你说话。你有本事别躲着。那个男孩让你想起了梁松吧？3年前2月16号的晚上，实习警官陆小星去到了第8天俱乐部去找他的弟弟。虽然他根本不是你的亲弟弟，但你对他那么好，所以你才不得不把他绑架。你别说了，你闭嘴。梁总他该死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。你闭嘴。不过他怎么死也值了，因为他死在了姐姐的爱里。你闭嘴。你看了我的日记。要买一个盲文阅读器很简单。说实话，我很喜欢你的日记。你想从我这得到什么？再等一等，你会更理解我的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一路失踪前最后出现在这儿，摄像头也拍下他的确上辆高尔夫6，车牌号我查过是假的。撞了郑慧英丁佩佩的车也是高尔夫，车牌子也是假的。聪聪，聪聪，聪聪，没几天就比赛了，我得抓紧练习啊。那要是再受伤怎么办啊？哥哥可是金刚不坏之身，别担心，充电宝给我。嘿，还真是不死心呢。林冲，林冲你在哪儿？哎，小李呢？林冲。林冲，哎，他在这儿。哪儿？林冲，林冲，你先听我说。你到底想怎么着啊？你可以等鲁队来了再走吗？我干嘛等他呀？那个肇事司机已经盯上你了，很有可能就是他撞的你。你可以听姐的话吗？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？您还是先照顾好您自己吧。还有，我可没有你这样姐姐。放手！林冲，林冲！哎，奖金没拿着，还差点连命都搭上了。你还不如像我们一样上58找个工作。哎，
那个不是刚才那个女人吗？哎，还真是。哼，听我说，林冲，靠，不是只让你听着吗？有耳机吗？有，快点插上，我们视频通话。到底怎么了？照我说的做。好了，你听我说啊，那个家伙跟你一起上了公交车，用你的手机拍下四周。嗯。等会儿，再拍下你的左边。那个家伙，现在就坐在你的左边。车上现在没有别人，你快叫下司机。聪聪，师傅，停下车，开门。手机吗？快点下！
醒了，醒了。啊，你们先去。醒了，小心。哎，小心。是哪？这里是医院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轻松的。小金，怎么了？你冷静点啊！怎么了？你放松了？没事，你先冷静点。不不，那个小金，你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放松了。那个小金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冷静，冷静，啊！小心，小心，放松。匆匆，他已经不在了。商场里没有发现其他人的。大眼睛，单眼皮，还有什么特征吗？眼角有种深深的疲惫感。好，还有吗？但是瞪起眼睛的时候，又像野兽一样恐怖。野兽一样恐怖。啊。哎，别着急。你要是全部想不起来呢，也没关系，尽力了就好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犯人揪出来。嗯。山东兵。你再去调查一下商场的监控。收到。卢彤，你查一下丙泊芬的流通渠道。金矿，你去调查一下犯罪嫌疑人的纸约账号。商场人对全市范围内的高尔夫六进行排查。行动。家伙用手机跟郑慧英和余露联系时用的 ID 了，一个叫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另一个叫地上的玫瑰枯萎，这什么 ID 啊？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枯萎，这都些什么路数啊？等一下，这家伙所有的 ID 都是出自这首歌，也就是说，如果那个混蛋再出现的话，他的 ID 都是会从这首歌词中出现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哎呀，可以啊。对呀。那家伙肯定完蛋了，他这次肯定逃不出鲁队首长心。我可是找到了决定性的线索哦。那家伙的 ID 都是从我喜欢的歌里摘出来的。没想到这货居然喜欢我们聪哥的歌。哦，对了，今天还有我们聪哥的纪念演唱会，聪哥他们乐队的歌太好听了。
能为我腾出一些时间吗，陆小星小姐？林冲，我在这儿，在这儿，什么也别想，抓紧我的手，好好感受一下。不行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不要成为恐惧的奴隶，来，慢慢往前走。小星姐，你别觉得我没心没肺啊，其实我也有烦恼的时候，不过我郁闷的时候就会滑轮滑，那种飞一样的感觉太棒了。没电、啊，你又用那个脏软件出去约男人了是吧？那是网络社交。为什么你们这些女孩可以随随便便的跟别人约来约去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你这身打扮哪还像个正经姑娘？你脸怎么了？不要你管。不是，你告诉我你脸怎么了？为什么你们在弄脏自己身体的同时，还要弄脏我的手？放开我！我都这么大人了，爸妈都不管，要你管吗？我都成人了，我爱干嘛干嘛。我就出去了，我就找男人了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你不要打我，不要这么打我！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倩天黑，这家伙的新 ID 已经登录了。定好位了吗？富华山庄32B，业主名字叫唐倩。好，好，尽管你拿着拖在这儿，我们先过去，你们来汇合，抓紧行动。是是。我知道了。唐倩今年20岁，奇�怪的是最近3个月完全查不到任何相关记录，就连电话记录和刷卡记录都一起消失了。唐倩她还有个哥哥叫唐征，是一个整形医生，也是在3个月前卖掉了自己的医院。兄妹啊，小星姐，我能让你当亲姐吗？等我一下。哦。
林冲，你还在吗？哦，小星姐，原来你是警察啊！我说呢，总透着一股正气。嗯，梁聪，他是梁聪，你是他姐姐。哇，这就是我们梁聪哥的练习室。嗯。哇。小星姐，你也来吧。他们一个个都离开我了，我爸、我弟，还有聪聪。警官，过来。
快递上门过来帮忙啊！快啊！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枯萎，冷风吹，冷风吹，你在思，只要有你陪。虫儿飞，花儿睡，一双又一对才美，不怕天黑，只怕心碎，不管累不累，也不管东南西北。嗯？哦，部队来短信了，他说犯人已经归案，问我们在哪儿。山队，我怎么也联系不上鲁队啊！大车呢？在后面。你再去找找，你跟我来。哎，来林冲，是鲁队吗？是谁在那儿？姐姐，别紧张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怎么会害怕呢？你知道吗？我一直认为，那天你之所以会坐上我的车，这都是老天的安排。因为我们同病相怜。你爱你的弟弟，我也爱我的妹妹，可他们却死在了我们的手。生活全毁了，可就算这样，也无法弥补我内心的痛苦。还有什么比这些更绝望的？干脆，我们一起去陪他们吧。我帮你。姐，快跑！林冲，小心点，快报警！快啊！
林冲，刘队，刘队，郑哥爹，刘队，陆小西，危险，在这儿，刘队在这儿，可来人呢？林冲，林冲，你在哪儿？林冲，手机定位，小胡，要求手机定位。是，你记几个小心的，快！林冲，过来，那么习惯躲在黑暗里吗？别动！你和我一样，这么痛苦的活着有意思吗？谁跟你一样？要死你自己去死。过来，跺脚。继
续剁，别停。把锁的钥匙给我。姐，快点来救我！
我和你不一样。只有誓不回头，往前冲，冲到哪儿算哪儿。不要成为恐惧的奴隶。冲而飞，冲而飞。
是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，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，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个不同，前方是未知，迎面是海风，塞人的歌会有人忘记初衷，他们说每个风浪都能够淹没我，可我会像狼的修辞一样，这心中的方向，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，当我需要握紧我的梦想，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，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，乘风破浪后也不会一定成功，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，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，武器就是握紧我的梦想，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，我会像我的修辞一样找着心中的方向，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，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的沙场，武器就是握紧我的梦想，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，武器就是握紧我的梦想，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，再次起航，带着我的勋章。